现在来把这个图呢，有些名词的部分你们自己补一下。现在把上礼拜我讲的这个凹凸线这个截痕，我把它凹在这个黑板上，这个平面上。从这个定义里面知道什么？凹凸线需要两个构成要素吧？一个是什么？定点嘛，焦点嘛。一个是什么？准线嘛 ，L 嘛。焦点，把它写出来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这条直线我称为叫准线。过 F 垂直准线的这条虚线，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这个图形会对称嘛？对，所以我们称为叫对称轴，对吗？抛物线的这个对称轴。你要一个符号叫 F 好不好？轴 F 的。对称轴跟什么？跟这个伽马抛物线的这个焦点，看到这个称为叫顶点。所以这个 B 我们称为叫顶点。这个底点到 F 是有一段距离，我称为叫焦距，焦距这样子。
分之一呢？仔细写一下，第六个叫交选。什么叫交选？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这个焦点的线段，这个叫交选。你可以自己画一下。这段就是通过什么 F 的一段线段长，这个叫交线。在交线里面呢，有一段是最短的，后面可以证明。C 图里面呢，如果把它摆到什么，刚好垂直这个轴，称为叫正交线，也就是我现在要让它画这一段，橘色的，啊，橘色这段垂直，这个两端叫 AB 哈，这个我们称为叫正交线。好，那杰伦，你稍微观察一下，你看得出来这交选跟焦距的关系吗？这交选跟焦距，它会是几倍的焦距？看得出来？这边写在这里好了，重新画一个图哦。这段根据我的定义叫正交线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这段是我的焦距，要定义这段叫焦距。这段跟这段应该是一样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两段一样长？啊，因为这个点在抛物线上，抛物线到 F 跟抛物线到直线一样长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应该知道，这两段应该一样长，所以代表这一段呢，应该会等于两倍的焦距，两倍的 V A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这个点，正交旋的这个端点，根据定义，正交旋到 F 跟正交旋到直线要一样长。所以这段长度红色的跟这段一样，这段会等于两倍的 BF， 所以代表这段会等于两倍的 BF。 看吗？要上下对称嘛。所以当你把这两段加起来应该等于什么？等于整段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段黄色的呢，其实会等于焦距的四倍，焦距的四倍这样子。对吧？所以你自己可以写一下，
这交权 AB 呢会等于四倍的这个 BF。关于这个名词的部分，是。好，那我这边顺便问一下你们，好，在我礼拜是昨天吗？对，昨天。好，昨天，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如果我们的定义里面这个 F， 我的定义是 F 跟 L 怎么样 ？F 不在 L 上，对。那如果 F 在 L 上怎么办？这时候它轨迹又变成。这个点如果把它缩到这个点的话，动点到 F 跟动点到直线距离一样，那这时候就变成这条虚线，看到？那就要说，如果 F 在这个 L 上的话，那这时候它的轨迹画出来就是通过 F 垂直 L 的直线，听懂？我这边写一下，写在这里好了，注意的部分。是如果我的 F 呢，定点刚好落在这个 L 上，则呢，这个 PF 跟 P 到直线的距离，这时候它轨迹应该会是什么？这时候轨迹应该是一条直线，垂直 L 的直线这样子。F 刚好在 L 上的话，那这时候 PF 跟 PL 呢，距离相等的话，应该就变成这条线。好，就变成这条蓝色的线。对吧？你话说你们班怎么少这么多人？你在座位上吃什么？你健身吧。七号来，排球比赛就是哪？确定。七号，八号呢？九号。九号是三排排。三四。你是不在吗？会把那个立刻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例题啊，来看看例题一好了。
来，我们看一下图教。你看一下这个例题，他说下面这边有一大堆的这个同心圆，同心圆。然后现在把圆心呢，同心圆的这个圆心叫做焦点 F， 这个点是我们的焦点。而且我们看到它上面有很多虚线，铅垂的虚线，有看到吗？这个虚线就是你随便抓一条当做你的准线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抓这一条，像我现在画总共有四个同心圆，这一条假设是我的准线哈。这是我的 F， 这是我的 L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去描点，怎么样？描点把这个抛物线把它画出来。那根据定义，啊，像中间这个，这个应该是它的底点位置啊 ，B 啊。这个点到 F 的距离是2，然后到 L 的距离也是2，有看到吗？然后比如说这个点，这个点到 F 的距离是4。这一点到这一点距离也是4，啊，所以它这个抛物线大概就长这个形式啊。抛物线大概就长这样子，红色的。知道这个形式。听吗？听懂吗？定义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题。第一题开始呢，是关于这个方程式。我来看，他说二负三是焦点，然后三 x 减四 y 加十二是准线。现在直接是斜直线，然后呢，我的焦点 F 呢是二负三，二负三看起来好像在这条直线的右边，这样画 F 在这个位置，二负三，那我要的抛物线呢大概是这样子，开口是斜的。干嘛的？那这样子其实也不用怕，因为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我们要求方程式的简单就定义。所谓方程式就是指图形上的这个动点。动点到 F 的距离等于什么？等于动点到直线的距离，这是抛物线的定义。我们这样，所以我真的就带这个关系就好了。所以不会这样写的，就是对所有的 T， 如果在这个图形上，你应该可以得到 TF 的长度等于这个 B 到 L 长。
然后 P 到 F 应该是什么？两点的距离吧。所以你可以用距离公式。那 P 到直线呢？P 到直线应该是点到直线的距离吧？那点到直线，你要到 L 直线 ，L 直线好像应该是5吧？所以应该是五分之，头上是这个绝对值3 x 减4 y 加12。那理刚来讲，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。那剩下的你可以做什么？平方展开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根号拿掉，所以下一步呢，你把它平方。剩下我就不做了，写到这里，剩下你可以把它展开。我稍微用眼睛在看，所以你的总结答案一定要是什么？当然，对吧？所以我比较偷懒，因为我相信你们会展开，我同学不会展开。把公式把它打开，不过我们稍微感觉一下哦，年轻人想想看，这个展开对 S Y 也是几次的，应该感觉得出来，它的 S Y 都是平方，二次，有看到吗？而且你的右边会有什么？你会有一个交叉项 S Y 项，有看到吗？那你记不记得我在上礼拜五有跟你讲过，圆锥曲线呢，如果把它写成方程式，它一定是一个二元二次的方程式，有印象吗？那这边刚好呼应一下上礼拜我们讲的，看到这个抛物线展开出来的是一个二元二次的方程式这样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做一题啊。来，我来看一下例题三这个反过来的问题。反过来，他如果告诉你一个方程式，反过来问你这些量。这个可没有擦掉，不换。距离一个。啊，例三呢？你稍微观察一下。题目给了这个方程式，你有看到它的左边吗？左边刚好是 s 减一 y 减一的平方的，就看起来像距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你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。把那个左边的2呢，把它除过去。啊，除过去以后呢，我们把它开个根号。啊，除过去开个根号以后，你会得到这样的形式。那同学有看到吗？这个形式跟你的例题2完全怎么样？完全一样的嘞。这个形式就跟例题二的这个形式是一样的，看到吗？所以呢，你观察一下，左边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？S Y 到 E 这个点的距离。所以我们把它稍微翻译一下。我现在例，
这个动点 PCSY， 然后呢，左边可以看的动点到 F11 的距离，然后呢，右边可以看的什么？右边是可以看的到线的距离，直线的距离。我们的直线看起来是这个、啊、S 加 Y 加2等于零，所以我的 L 呢？所以这边呢，整理出来会得到这个 PM 等于这个 P 到 L 的距离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回答问题了。F 应该就是什么？F 应该就是焦点嘛，根据我的名称，还记得吗 ？L 呢 ？L 应该是准线嘛，我左边这个流直就让你对着看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示意图稍微画一下。这个斜直线的把它画出来，这边是我的 L， 然后我的顶点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一焦点，然后这看起来开口应该也是一个。斜的，好，看起来是一个斜的抛物线。那我们现在来回答几个问题。这个抛物线既然有的话，这个轴可不可以算？轴也有。轴根据我们定义是什么？通过 F 垂直准线的直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段，我可以想看这一段黄色的，这个轴 M 应该可以先把怎么样？把它解出来吧，它的方程式，它通过 F， 然后垂直这个白色的直线，白色的直线斜率应该是负一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轴呢，方程式可以把它写出来，轴 M 呢应该是这个 y 减一，等于这个斜率呢，斜率看起来应该是一啊，乘以这个 s 减一。然后垂直白色这条线，所以你稍微整理一下，得到这个是 S 等于 Y。这个是轴的方程式。轴如果算出来的话，第一点怎么算 ？V。V 的坐标。轴这条我叫你先算的原因是因为轴跟白色的线这边有个焦点，这个焦点跟 F 的中点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的顶点嘛。OK， 所以我的答案简单，这个点可以先把它求出来 ，H， 所以我们的 H
开始 L 跟 M 的联立，等于把这条线呢跟白色直线解联立了，得到 H 的坐标是负一负一。负一负一，所以有 H 的话，它跟 F 的这个中点，这个就是 B 了，顶点。胶卷应该可以算的胶具，胶具根据我左边的定义，胶具是顶点到 F 的距离 ，VF。焦点、准线、轴，还有正交旋，应该都求完。好，那你先看一下例题二跟例题三这两个例子，我觉得我观察到它的方程式，它的方程式看起来展开会有 S Y 项。那我问一下同学，怎么样有办法 S Y 项不见？有没有办法让方程式里面不要 S Y 项？思考。我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方程式里面不要 S Y 项？思考一下嘛，像我看我的版面，我的版面里面告诉我们，你看，之所以会有 S Y 项，主要理由是因为右边有一条直线在这边的，当你两边平方的时候，会有什么？会有 S 乘以 Y 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如果我要让 S Y 项不见，那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只要让这条准线怎么样？我只要让这个准线的方程式，要么就是铅垂线。要么就是水平线，这样就搞定了。你有感觉吗？好，所以我下面做的事情就自然了。我现在把我的抛物线怎么样？开始架这个坐标系。我把我的抛物线的这个准线怎么样？把它摆成直的，不要把它摆成斜的。因为对我们来讲，斜的就是什么？斜的其实你把它透过旋转就可以把它摆成直的嘛，或平的嘛。听懂吗？所以，我们下面呢，来看一下这一节的这个第二部分。这里好。抛物线的方程式。接着利用上礼拜的这个定义呢，我们开始加这个坐标系。现在加一个 SY 坐标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抛物线怎么样？把它摆上来这样。那根据我刚刚的说明，我为了让我的方程式比较简化，所以呢，比如说我把顶点呢，我现在把它放在原点好了，
然后把我的焦点放在这个 S 轴上。那这时候准线就会变成潜水线了。就要把这个底座要把它写一写，叫我加写这个是什么？把我的准线呢摆成这个潜水线。啊，我现在把 F 呢设在什么 S 轴上 ？OK 啊。之所以这样做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方便什么？方便简化我们的方程式，听懂吗？简化我们的方程式，所以。所以这时候这个图呢，大家画出来就会长得一个开口朝右。开口朝右体的抛物线，那就画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来计算一下它上面的这个点坐标。建立这个零点 B 呢是原点离地，然后 F 是 C 零 ，L 呢是这个 S 加 C 等于零。得了这个伽马的方程式，可以把它推导一下。这里在旁边，写在这里啊。两个原定义，对手的这个 P， 如果在这个伽马上。我们的定义告诉我们 P 到 F 要等于 P 到 L， 是基本定义。那我现在把这个式子把它带进来的话， P 到 F 应该是两点的距离根号这个 S 减掉 C 的平方加上 y 平方，对，这是 PF 的距离。那 P 到 L 的距离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，这段距离怎么算？这段距离是不是应该就是 S 加 C 的绝对值？所以你的右边呢，就等于这个 S 加 C。看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。这时候方程式怎么样？干净多了，干净一点，懂吗？这时候没有交叉项，
看到，跟我刚刚黑板上没擦掉，看到。如果你是写的话，就会有什么？就会有这个交叉项 ，S Y 项。所以当我把它摆成铅垂线或水平线的时候，当我两边平方了，我的右边就不会有 S Y 项。把这个把它平方的得到 S 减 C， 等于右边是 S 加 C 的平方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。所以这整个式子呢，这个该消的消一消。得到 y 平方会等于这个四 cm， 把这个抄上来。的方程式变得很干净 ，y 平等于四 cm。然后你要特别留意一下，像我现在写的这个平方，它是落在哪一边？平方是落在 y 的位置，有看到？这个 y 的位置告诉你。它的开口，所以这边特别留意一下平方的位置。好，我这边写一句号，像我现在画这个等于是开口是朝右左右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写一下，这个是左右型的抛物线。OK 吧？那我问一下同学，由左右可不可以改成上下？然后转个九十度就好了，没有。所以隔壁这个式子呢，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简单的一些关系。刚刚我们推导这个是把中心位置摆在什么？顶点位置，这个把它摆在原点嘛，顶点嘛。那我问一下，我们能不能摆在其他位置？比如说，我能不能摆在二三的位置？可以吗？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如果摆在其他点，只是把它做什么？平移，左右上下平移。所以隔壁这个方程式呢，我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你可以自己写一下。
现在开始准备下结论。我刚推导的这整个过程，阿力，你跟得上吗？跟得上？把这个写完好了。隔壁刚刚推导出来，这个方程式呢应该长这样子 ：y 平方等于这个四 cx， 就是它的开口是这个左右形状的部分。那在我这个符号规定下，它的顶点应该在原点嘛？B 在原点，焦点呢？焦点是这个 C 点，跟得上吗？然后反面关系有，另外一面我画在这里。准线，还有我们的轴，还有我们的焦距，是焦距。把这边回答一下，还在隔壁这个图里面，准线应该是这一条吧，对不对 ？S 加 C 点平，轴呢？轴是哪一段？轴是这一条吗？该是轴吗 ？S 轴应该是 Y 点平吧？所以轴的部分是 Y 点平。广播，地图广播。本日高一班去篮球及高二排球，于第七节和第八节皆有赛程，请相关班级前往比赛场地准备比赛。同步广播，本日高一班去篮球以及高二班去排球，第七节及第八节皆有赛程，请相关的班级前往场地准备比赛。广播完毕。来交去。焦距是这一段长度嘛，对不对？零点大于什么距离？所以这段长度是 C 的绝对值。C 的绝对值，这焦距是焦距的四倍，所以这就是四倍的 C 的绝对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图平移。把这个中心位置平移到 HK，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嘛。
会从原点，然后平移到 HK， 然后呢，准线也跟着平移。好，我们可以稍微写一下，如果你平移 HK 的话，方程式怎么写？这个以前我们高一学过了。这个方程式如果上下左右平移，它的新方程式怎么写？你记得吗？把你的 S 改成 S 减 H，Y 改成 Y 减 K 嘛，就记得。所以我的方程式右边的部分就把它改这里啊，这就变成 Y。等于这个四 c 乘以 x 减，里面的量就是平移量 hk。所以你这样对着看我们的方程式，当我把它平移后，以后就会长这个样子，平移到我们的中心位置 hk 的。那么你方程式平移，点坐标也会怎么样？跟着平移嘛，对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，我的 F 呢，点坐标就变成这个 C 加 H， 然后 K。所以讲白一点就是，只要跟点坐标有关的，我们全部都加 HK 就对了，全部都加 HK。所以下面这四指结构可以这样写啦 ，B 的部分 HK。然后 F 的部分呢 ，H 加 C， 然后 OK， 然后准线的部分，准线是方程式嘛，所以原来准线是 S 加 C 等于，就变成 S 减 H， 好 ，S 减 H 加 C 等于。轴呢？轴会变什么？轴会变成这条水平线的 y 等于 k 吗？就是 y 减 k 等于零。焦距，焦距会变，不会吧？所以这边还是一样 ，c 的绝对值，这焦距不变。今天呢，我就从这个版面开始。今天我们稍微讲一下上下型，注意一下，我现在写的这是左右型，开口是左跟右，自己写一下左右型。左右型，在这边再多写一句话好了。开口，C 若大于零呢，朝右；小于朝左。好吧，下课吧。